196度究竟有多冷？我们利用液氮喷射降低温度到零下196摄氏度来进行实验对比。一块新鲜的猪肉用液氮喷射后可以直接用锤子敲断，这么冷的温度如果是喷人会怎么样？而长时间用液氮喷射的 DMN 冰天雪地抗寒服，我们可以看到衣服背面已经结了冰层，但是实验人员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。液氮喷射五分钟后，实验人员的体温反而上升到了37.2摄氏度。抗寒效果这么好，那么防水效果究竟如何？我们采用功能复合面料，能够有效的防风防水。DMN 的每一处设计都追求极致，使得人体在极寒环境下，让用户感受极佳的户外体验。